主料牛肉500克，辅料洋葱一个，盐黑椒酱料酒蚝油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牛肉切大片，当味精剁松，蚝油料酒盐鸡精洋葱切碎，放入粉肠式腌制一碗，烤盘垫上锡纸，牛排码平放上面，烤箱上下火200度15分钟。观念再烤5分钟，烤的时候牛排出了好多汁，噗噗响。装盘淋上黑椒汁就可以开吃了，忘了买配菜，口口是肉。烹饪技巧，牛肉切片用刀对轻拍，提前腌制一碗更加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